这个是电子点火开关，先开电子点火，把电子点火打着，再开文火或者武火开关，文火开关，然后把电子点火关闭，一定要关闭来使用。文火怎么点？武火，这个是武火。调节大小，注意武火不要用太小火。如果开太小火的容易黑锅，如果要用大火，至少要火力是满的。或者两个一起开。用完了，两个关闭就可以了。